哎，各位好，今天带各位来参观我们林远这边的一个财神庙，它叫东林的福德宫。这间福德宫它建于乾隆14年，1849，现在已经大概是271年。这一间庙是我们林园地区的财神庙。人家说庙吼，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间庙为什么它求财非常的灵验？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这间庙吼，它的地理位置哦非常好。这间庙的地理位置吼，我们称作扁担棍搭处，伊拄啊伫这个扁担的两旁，它刚好吼位置下就是一个箩筐，所以它能聚财。现在我们就带各位去参观一下我们高雄县林园区东林里的这个福德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远远望去就可以看到一个土地公的公仔。那我们呢就参观一下这一个地理的位置。今天是大年初三我们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林园的福德宫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一个就是这一条街就是中间高两边低，所以又称作我们这边最聚财的地方。好，现在我们去庙看看。这里的土地公有一个特色，头戴宰相帽，身披龙袍，外披龙袍了。他为什么身戴宰相帽？是因为他曾经显灵救了我们地方百姓，镇得住我们地方百姓的灾难，所以为了感念他，所以给他给他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服饰，以致对他的感谢。那庙虽小，可是你看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啊，不一样。小虎爷，听说虎爷可以职场上防小人，所以职场上如果小人多的话，可以多拜拜虎爷。